和辩论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比赛开始前，请您将随身携带的移动音讯工具调整到震动或静音状态。在比赛过程中，请您配合我们保持会场安静与清洁。谢谢合作。各位评委、同学，大家下午好。大家上午好。为促进国内外辩论运动的交流，打造浙江省特色辩论赛事，特举行由杭州明朝开场管理有限公司主办，苹果阁辩论俱乐部和浙江工业大学辩论社共同承办的首届林朝威国际辩论邀请赛，是本场主席彭佳丽。本场的辩题是：应该劝说还是劝阻你的朋友选择宠物人生？外星文明造访资源枯竭的地球，寻找自愿成为外星宠物的成年人类。作为高科技文明的宠物，志愿者将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安稳的居所、健康与安全的保障，甚至是免费提供娱乐。但是志愿者没有自由，必须在主人安排的透明具体上生活，必须遵照主人的意愿行事，只能根据主人的安排与其他同类交往。志愿者无法得到知识与教育，并会被化学阉割，无法繁衍后代。如果成为宠物，就要失去自由；如果坚持自由，就必须在资源贫瘠的环境中生存挣扎。所以，应该劝说还是劝阻你的朋友选择宠物人生呢？接下来，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次辩论赛的评委，他们分别是聂鹏先生、严斌先生、杨丽佳先生。谢谢各位评委的出席，有请评委自述新政。首先有请聂鹏先生，有请杨丽佳先生。先请。好，是这样，因为之前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一个评分表，然后评分表上面有一个叫西，所以他一开始第一个环节是预设出来是来去打分是这个双方的一个意味，这样变化。这个辩题你既可以把它看成是决策型的，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价值型。那么在这个选择上，我的第一反应是尊重你双方达成的共识，
如果你们双方都把它当成政策型的，作为一种决策来看，我应该对这件事情做出什么决策 ？OK， 那我会按照决策型辩题的判准来进行。决策型辩题，我的判准就是标准的区跟节省程序这四个点中，双辩题，因为你们双方现在等于是都有立场，不是政策辩、标准政策辩是单辩题，所以双方都要承担区跟节省的层面。如果双方任何一个点上面没有能够论证成功被对方突破的话，那么因为双辩题我不能说单方直接判负，我只能说减分。如果你们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这都是当成价值观的辩论，那么我按照价值辩的判准来进行。价值辩我的判准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己这方立场，持这种立场的人是不是会被骂。如果说你让我感觉到持你这个立场的人活该被骂，对方证明了活该被骂的话，那你就直接输掉。这也相当于是刚才杨丽佳学长说到的他的攻击性判决，至少我是这样理解。如果双方都成功指出了持自己这种观点的人不应该被骂，那我的评判进入第二层级，看谁对自己观点的展示更漂亮。什么叫展示更漂亮？我对辩论赛的理解，尤其是传统价值辩的理解，是持不同观点的两位老师同时给学生讲课。我不评判，作为学生，我不评判哪个老师的学术观点正确，我评的是哪位老师讲课讲得好。所以即使你的观点上我相对对方更加不赞同，但是如果你上课上得比对方漂亮，我仍然会看你这一方高。但是这是进入第二层面，第一层面 KO 直接被击倒的话就是另外一种。如果你们双方没有能就这个辩题是政策辩还是价值辩达成一致，我会按价值辩的方式来进行评判。在没有 KO 的情况下，看谁的展示更漂亮。而具体对于展示更漂亮，我主要考虑的是四个维度：逻辑是否清晰流畅，表达是否通俗易懂，论据是否充分，以及现场的台风。因为在上面直接就有变风这一项，所以这个也能说上面直接反映。我大概可能这样四个方面对你们的整体表现进行。OK， 这是我对我判准的一个陈述。正方三辩拜起，正方中国人民大学辩论队向在场各位叩头。下面有请反方进行自我介绍，有请。反方一辩，正方二辩，反方三辩朱峰泽，请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朱凯峰教授应对问候在座各位。本次比赛我们采用电子计时器，当时间剩余30秒时提示音为。当时间结束时提示音为。特别注意的是，本次比赛已入暂停环节，每方各拥有一次战术暂停机会，每次战术暂停双方共享2分钟的战术调整时间。在正方任意辩手质询反方意辩到结辩次序竞奏的任意环节中，双方教练可以向技术席申请战术暂停，然后由技术席以题板向主席示意该方要求暂停。双方教练可以上场向辩手辩授机宜，但不得携带任何类型大小的纸张、笔记本、各类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上场。当前环节结束后，主席即宣布比赛中断，进入战术暂停环节。若比赛双方在同一环节中申请了战术暂停，是双方均使用了一次战术暂停机会，该次战术暂停时间仍为2分钟，暂停时间到后，主席宣布比赛恢复进行。下面我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首先进入陈词与质询阶段，有请正方一辩开篇立论，时间为3分钟，有请。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空间面积所给出的选择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面临资源枯竭的地球，我们赖以为生的各种资源已将消耗殆尽，而且在可预期的未来内无法再生，这就意味着地球面临曾经复活这样的困境。当时森林和深海的环境完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木材、鱼类等资源无法获取，而在生存欲望驱使下，社会矛盾愈发尖锐，革命的秩序完全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随着物资越发不能满足需求，竞争也不断化，岛民开始互相残杀，甚至以人肉为食，剁掉大部分人口在短期内消亡，最终幸存者被茹毛饮血的野兽。今天我方为朋友提供选择的建议，并不能够与理想状况相比，而是从辩题给的两个选项的综合因素来判断。首先，选择宠物人生可以避免在地球上为了生存而一再突破原则底线。表面上看，留在地球可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在生存压迫下，随着竞争加剧，社会秩序崩溃，想要谋生就不得不成为过去最讨厌的那种人。1942年信阳灾荒事件中，生产队干部利用权力剥夺他人的粮食份额，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纷争就将其虐待致死。从人类过往的历史来看，即便是较短时期的资源短缺，都会由于恐慌而出现抢夺、谋杀、出卖肉体，甚至一子而食等种种丑陋。在更长远且近乎无解的全球资源枯竭问题面前，人类为了生存又将做出何等令人发指的行径？我方选择宠物人生，就是为了避免在这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全面悲剧中充当一个罪恶的角色。其次，选择宠物人生将拥有安稳的生活和更丰富的精神世界。由于人类各项权利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最高价值，拥有安稳的生活对于个人而言同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辩题中所描述的情况下，留在地球意味着受到求生本能的驱使，不仅难以获得安稳，而且对于生存压迫的他们而言也没有实际的选择权，生活也并没有多自由。表面上宠物人生虽然要受到主人的限制，但却依然保持着独立个体的身份，双方在自由层面并不存在显著差距。而宠物人生真正的获益在于，不仅仅地球苦苦挣扎也要谋求的生存可以获得直接的保障，还可以由此见证外星文明的科技和社会，伴随他们共同探索广袤无垠的宇宙空间，甚至就如《星际穿越》的主角库珀一样，亲眼见证引力舰的内部，去完成地球人永远无法达到的精神救赎。综上所述，我方认为，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宠物人生是他能够在起点描述的困境中最可以接受的选择。为了他的人生，我会建议他接受外星人的洗礼，因为我方从不认为脖颈上的枷锁就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恰恰相反，灵魂的坚守和精神的丰富才是人类真正高贵所在。感谢正方的精彩陈词，下面进入到质询环节，质询方计时1分钟，请注意，此时答质方不计时，且答质方享有10秒保护。除此之外，质询方可以随时打断答质方发言。有请反方任意辩手质询正方一辩。各位好，我没有名号。我们方今天的立论似乎是想告诉大家说，对于这个朋友应该如何界定。我方想聊一聊这个提设的虚构案例对于现实社会的投射，它有什么价值所在？您方有没有冒拆现在？咱们也是通过这个就是现在的价值观和当时一个情境结合起来，从中就是拔出这么多现实意义框架。好，所以群众以明星，群星以民众也是要聊的。你方立论还没有聊，我方立论待会跟您聊。好，来看你方第一个论点，说避免在地球上突破道德的底线。有的人会因为求生的本能突破道德的底线，代表每个人都会吗？有没有杀生殉道的人？来跟你论证一下。这样子，资源枯竭会导致人们恐慌情绪蔓延，秩序失衡。这种情况下，人类面临这个恐慌的压迫，大有可能突破到底，这是一个作为朋友看来一个大概率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作为朋友，我应该敬他，不要沦为这样的下场。所以我要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杀生殉道？在那个您认为按照本能不可以选的环境之中，我的道德还可不可以左右我自己给你选道德？这样子，我方说了要把辩题说了，咱们都是挣扎求存，为了求生，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您方觉得杀生殉道，您方就是挣扎求存，您方是以身殉道，您方追求尊严而不是生存。我可死不以盗泉之水的求生，在不在挣扎？您方在求死啊，求死成人吗？我在挣扎，在求生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接受道德？有些事情是我不能做的，这就是我内心给我虚构的不能做的条件，它不妨碍我的挣扎吗？是这样子的，您方想要追求生存，生存在您心里排在第一位，
这个时候您帮都有可能拖到内线，如果您帮真的要投死仇人的话，那就不到就是变形中所谓的求存嘛，不对，这方面有。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练习赛辩论应该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做，不是按照我们本能，而是按照人的价值去上学。好，谢谢两位选手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有请反方一辩进行开庭立论，时间为三分钟，有请。十分钟。如果是说个人的话，那其实
师及责任的学生前提下，可以对其对院校的保持出现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说明白了，说这些人在进出集中是与这个地方的一个地位都过得很惨，你没有明白为什么今天有一个食物去抢的人吃到这个食物，没抢的人吃不到，不能刚才那大家制定规则，这些食物是肯定会有，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去抢是肯定有的，那没有食物不够，每个人都很恐慌，每个人都很害怕，为什么会遵循这个规则？好，时间到了，接下来有请正方二辩进行申论，时间为两分钟，有请。像刚刚的文件里面，它是有个问题，是对方贝尔他对我们这个行为设定的理解不到位。我们说过，外星人他是个高科技的，他可以制造一个局所，保障人类的健康，保障人类的生命，甚至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娱乐。对于一个人类而言，有这样子的生活，不就代表一个安稳的生活吗？所以为什么会饱受摧残？方贝尔没有论证出来。新疆贝尔一定要论证这个价值倡导是对全人类的价值倡导吗？我方不认同。为什么今天一个朋友和一个陌生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朋友是一个与我亲密的人，我对于一个与我亲密的人，我当然希望他可以过上一个好的人生，当然希望他可以好好活着。就像我们父母知道革命是好事，但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去革命是一个道理。所以我方只需要跟你论证，对于朋友而言，这一个人生对他而言是个好的人生就够了。那我们再来看对方没有对于资源枯竭的理解，我方觉得存在问题。为什么？方没有给我们讲设资源枯竭的时候，所有人都被秉持道德底线，不去干那些违背原则的事情。可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西方的时候，不就有人甘愿去当汉奸，想要去获得这一份食物吗？如果饥荒越来越持久，那么当汉奸违背底线原则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那那些只是不肯违背底线原则的人，是不是就有可能因为没有食物吃而死掉？这样子的生活还不是人间炼狱吗？有没有再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制定一个规则、一个秩序，来保障所有人都平分食物？就当面资源枯竭了，我知道再过十年，可能十年都没有，所有人都会因为没资源而死掉。这个时候我怕不怕？踩踏事件的时候，保安告诉我大家慢慢走，不要慌，可是大家还是怕，对不对？这样一个大的恐慌之下，又有谁会真正的遵循你所制定的秩序呢？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资源枯竭就会和复活节岛一样，所有人都开始自相残杀，因为当坏的人更能够得到这一部分资源。谢谢。感谢正方二辩的精彩发言。有请。好，目前主席收到的信息是反方教练申请站出暂停环节，时间为两分钟。Thank you.
我们的比赛要正式继续。下面请反方未置询辩手质询正方二辩，质询时间为一分钟，有请。刚刚想跟您先确认一下，乒乓球场的资源以及它达到了怎样的标准，它称之为民俗的资源。很简单，就是我的资源快又广，而且会威胁到我们这一代人。之后能不能继续开发？那我刚没有，就算你告诉我继续开发，开发我还是怕，会不会完全？不知道说明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在您方的了解里面，它完全是您方原词哦，可预计的未来里面找不到的东西，是您的原话，对吧？我没有，不需要告诉我这个资源枯竭，您到底要怎样开发，到底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可预计的未来确实不会再没关系。所以我强调大家，刚才那句话是一个论断，是一个而非可能的推论。继续问你，您方今天说外星人那里他经常来会很健康，请问在您方看来什么是健康？没有错啊，身心健康都算。但是啊，外星人他现在既然保证了我们的健康，就说明他的身体和心理都要看了，他也给我们提供娱乐，允许我们和世界交往。外星人叫你给外星人脱衣服，你说不说？没有，我是可以脱啊，但是我怎么脱？脱掉的是衣服还是裤子？这个是给我自己选的。哎，你没选啊？外星人脱衣服可以脱裤子吗？他没有具体的让我脱。如果他让你脱裤子，我选啊。那我就脱啊，可是我的心里知道啊，我并没有屈服这个外星人啊，可是你光要把这种外露的行为说得这么可怕。意思是说，这个题目他说的很清楚，外星人让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就很好奇的是，一个正常的人类，你被强迫的做一些羞耻的事情，你会开心吗？当然很奇怪，如果说我在资源枯竭的地球上，我为了谋求这一口饭，结果这伙伴人跟我说你把裤子脱掉，那也是直接给我把裤子脱掉。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双方都没有这个自由。所以都不开心，你就是表面上出来。对啊，都不开心，都是在这个限定情况之下，不是那么的结果，只能够选择没有那么差，对我的朋友而言，稍微好一点自己就不开吧。地球上跟外星上的精神资源的差别有没有程度？有没有跟你论证了呀？我在外星上，我可以见证高级的外星文明，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要如何进行黑洞跳跃。那我跟着外星人，我能够看到，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见证，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在你方看来一模一样。稍等一下，提示中有说不能接受知识和教育方面。对呀、啊，外星人没有教我他们怎么那个，但是我看到了。所以您刚的意思是我可以自学是吗？没有，我可以经历，我可以见证，我只是旅游，我也可以找到什么意义，我不一定非得去学习。您刚是把知识教育看得过于狭隘了。所以在您看来，知识和教育完全的重要，有任何问题？当然不是完全。好，我时间到，下面有请反方二辩进行申论，时间为两分钟，有请。对，好，第一个概念就是在于地球资源的枯竭。提示中关于地球资源枯竭描述了两个词，第一个是资源枯竭，第二个是苦苦挣扎。请问，如果我掉在河里面，我挣扎了游上岸，游上岸之后，难道我就没资格说我挣扎过吗？所以，对方辩友他所说的所有的想象都只是论断而已，并不能作为他方论证的依据，他也没有给出后续东西。并且，我方想继续询问的是，地球上的资源枯竭，那我们不能够去开发新的东西，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您刚今天告诉我说，外星人上面虽然精神世界会比地球上面更丰富，可是提示中明明说得很清楚，你失去教育，你失去衣服，你住在不同的房子里面，他会化学阉割，我是想不出来，你地球上你过得再苦，我们也不会说把乞丐拿去化学阉割了吧？一个乞丐他早上起来一些正常的生理反应他还是有的吧？你把这东西全部去掉了，跟我说他的精神世界不比圆满。这个好像跟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个性欲升华的原理是冲突，那并不可以去谈。所以我方认为对方没有在角色层面这两个地方的论证都是缺乏一个依据的。往下讲，对方没有之所以产生这两个错误，源于他们对人这个误解概念存在一个错误。对方说人只要一个面临饥饿，他就一定会失人。对方说人只要被贫困裹挟了，他就一定会失去创造的，这是他方说的，不会创造。其实人不是这样，我们想象一下，在沙漠里面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我们那时候也看不到绿洲，那你会怎么样？会往前走。我们在沙漠里面迷路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不会去吃人，不会吃，第一反应是看一看我们不能去找到有绿洲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双方对人这个概念是不同的理解。那往下谈的话是怎么聊？我们今天是双方有做市场上的价值面，所以那个我方的态度是举重也不轻，那个时候不能做，现实会更难做。对方还没有，请讲。
好，感谢。您讲到一点就错，正方中国人民大学申请校阅申请暂停暂停环节时间为2分钟，开始计时。在荧幕中，大家正在还有物资的超市都开始自相残杀，甚至出
现各种丑陋的人性。那么我们发现，在这种困境之下，人类的恐慌可以突破秩序，挑战人体线。这一方生活，你们刚才觉得有意义是吗？那是丑陋的人性啊，好人就不会，他们不是好人。你们就让约翰他们应该做好人啊。来回问宁方了，宁方家族里有什么情况？告诉我们说，没有自由，没有知识，没有教育，人类应该有老百姓精神，怎么怎么的？没有，不是我，是我今天发现，我当好人遵守秩序，我都活不下来。如果说当一个坏人烧杀抢掠，我可以得到这些东西，那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当坏人呢？来，刚淼，我刚不是说教育、选民、地球、上座完全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在外星也有精神世界的丰富，这一部分丰富你方看不看？方队，我就是要问那部分丰富是怎么来的？那部分丰富，按您所言，至少还有一个既有的丰富。并且在不断的被自由限制、被打压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趋于消弭的，不会再增长的。而宁方对于人类太小看了，比如说我了解一个种族犹太人，他不管逃难到哪里，他一定要带上他的书本，他一定要带上他们的旧约圣经，把知识传授给他们的后代。所以宁方太小看人类。犹太人一生奔波，就是为了自己的安稳，就是为了不愿意再过上枯竭地的那样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宁方今天告诉我，在宠物中立双父，人畜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概念。我没有人来教育我，我自己认出世界如何的游戏。错了，犹太人如果妥协，他们应该为奴。他们如果为奴的话，没有人要杀他们。方队长，又错了。如果说犹太人为奴，意味着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所有的生存都可能会受到威胁。但是我今天去给外星人当宠物，这些安稳生活都可以保障。好像没有再请问你吗？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时候，有人无情嫌弃孩子，说他后悔把小孩绑在树上，自己上火就逃跑了。这种人性的沦丧，你们看不看？所以我们拍这个电影，不仅展示那个年代的惨，我们更看重的是那个电影里面有展现人性光辉的那一面，那一面才叫应该，才是价值的倡导。回问宁方上一个问题的，宁方说话要拿事实做论据。我们看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其实黑奴的健康反而很好，为什么？奴隶要健康，生产力才高嘛。两个方面，方妙，当你认为人性有光辉的时候，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困难可以被克服，我们可以通过共度难关，这时候我们才会维持秩序。但是在一个资源枯竭的大背景下，我们失去了未来，我们想要就是多续一命。那这个情况下，我认无无所不用其极，还坚持道德原则的人反而被优先淘汰掉。宁方跳了，所以前面一个战场我们先结一下。按照宁方今天的价值倡导，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就要为奴；我们不能有其他办法，我们不做人，就放弃尊严。这是宁方的价值倡导。然后再看宁方刚才举那个举论，还这个前提在建立于宁方还有精神世界，我们才能相互去比。否则，你靠先问证生存永远高于精神，对不对？不对，最后没有是宁方跳了。宁方给我摆的愿景非常好，可是我们看到，无论是迷雾还是1942年，大家在生存面前，知道自己在突破原则，知道自己在做坏事，可是大家还是做了。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朋友干脆不要再做这样的生活，去当宠物人生，最起码不要再突破自己的原则底线了。来，这边我再问你们，在索马里，由于灾荒、由于干旱，所有的妇女流离失所，可能会死在路上。这个时候，安稳的生活是什么？好，对方没有回应，那我们就默认对方同学其实也明白，没有知识，没有教育，在那个外星球是无法保证精神世界，无法保证道德的。那你们想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对方同学一直说的是在地球上有可能成坏人，换而言之什么？有可能做好人。在外星上精神世界是被强然的限制掉了，而在地球上还有可能，这不就是有无之别吗？两方面都没有，你没有论证地球上就有精神世界。举例子，中世纪的农民从天黑劳到了天黑，他们这个时候只被生存本能所支配，他们的精神世界一片寂静。同样的道理，您生活在地球上，您也无法保证教育，您也无法保证资源，您甚至会出现一子而食，把儿子抛弃，这种畸形伦理都一再践踏。您方告诉我，您方到底高贵在哪里？我承认会有你说的，但是还有可能是我们这样。否则你解释，把中世纪从人类从黑暗中世纪带出来的启蒙之光是怎么来的？刚才1942年。我觉得正常人两只是都不善于，为什么在刚才这个时候那么重要？是我发现这个社那个社会上大部分的情况都已经出现了一子而食，正就是我们看到，当这个世界越来越贫瘠的时候，人类就越来越可能丧失自己的本性。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再来。中世纪的例子一方解不掉，所以正是因为我们是用相信的什么，我们才走出来。而1942的例子，最后解决饥荒的不也是我们最后我们人去帮助他们，才让他们解脱了饥荒的吗？没有，我知道资源10年之内就要用完了，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开发，请问我心中相信什么？好吧。
答案，你不要再举那些例子，因为你自己举例子说的时候说的也是有可能，又有可能，就还有不可能。这个是我们强调的第三个观念，就是辩题中的挣扎，挣扎是有希望的意思。所以您方说的事情是我们要放弃，而我方的主张就是无论如何，人要继续挣扎下去。这就是人这种有道德、有价值的文明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没有早早的就沦于禽兽。您方靠一子而食，您方靠这种大概率下出现的被生存逼迫的这种一个突破底线。您方这样的挣扎求存，每一步都是罪恶。我方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罪恶？我方坚持我的底线，不伤害人，有什么不对？人是不是从一子而食当中走到今天的？为什么没在那个时候就沦为野兽？来，因为那个时候我没看到发展的希望，变成本质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我方一直在强调变成让挣扎的区别，就是发展的希望啊，对方也没有拆掉。所以挣扎就是希望，我希望大家过一生，我们在一起重建跟希望。接下来进入到结辩次序进教环节。进教开始前，默认结辩先手方为反方，后手方为正方。先手方结辩用时为四分钟，后手方结辩用时为3分30秒。双方辩手需明确表态是否接受进教。首先，请先问反方是否愿意使用3分15秒结辩时间交换后结辩次序，愿意是吗？好，那有请，请问正方是否愿意使用3分钟的结辩时间交换后结辩次序？好，那请问反方的选手是否愿意使用2分45秒的结辩时间交换结辩后结辩次序？愿意。好，那最终结辩次序是反方先手结辩为4分钟，正方后手结辩，结辩时间为3分钟。下面首先先有请反方进行结辩，稍等一下，这边让提示同学改一下电器，再跟各位稍后。
所以我方在那个时代还有精神的可能性，并且我们觉得随着我们的现代文明越来越演进，我们今天看到地震当中的人就比几百年前来的冷静的多，有秩序的多，所以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你对人类有信心？人类在生存当中会被放弃知识吗？教育放弃，或者是太平的例子，你们都看过岳飞对吧？岳母刺书精忠报国，家属都不行了，拿树枝拿沙子要教小孩子写字，这就是人类对于精神、对于价值、对于教育的看重。他们用以通篇的利润架构太小看人类。好，那我们再来回生存，生存这点也是紧不要紧。刚才有您说生存，我方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人在这个外星中当然还能不能生存，其实我觉得很难，因为它违逆我们对于人这种复杂的比较娇气的种族的认知。人种种族就属于那不好养的种族，你知道吧？它气很大的，你想看你别人对你女朋友，你戳他一下惹他一下他都大发雷霆，更何况被那样当成一个外星人，他很难养。他唯一好养的可能性就一个，就是如对方所言，外星人技术很高，把我们无痛的改造成了决然另外一种生物，不再为人了。那即便是生存，那不是人的生存，那是不知道另外一种什么样的动物生存。就像折耳猫，那不是猫的生存，很简单。所以生存这个点，我方觉得，我方都有强调，就是挣扎和希望，这就是举重明轻的地方。人的生活啊，会有很多很多绝望。抗战争的时候，有人也绝望，对吧？抗战一打，不是就马上想，我们还不如投降算了。可是淞沪一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胡适马上改口说，我觉得中华民族有希望。人无数次遇到绝地，个人被包养也是一样，出卖奴隶也是一样，集体也是一样。可是无论多困难，不要放弃那份坚守，这就是人。以上。第二个前提，林芳今天告诉我挣扎是有希望，可是一个人为什么挣扎？快死的时候他在挣扎什么？他在挣扎生存，为了是眼前的利益。可是到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能想到未来是什么？想不到。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您探讨地球上的环境和丑陋环境的区别。我来从价值上看一下，一个社会上必须存在善和恶的对立，正是因为有黑暗的，我们才会向往光明。正是因为我们厌弃恶行，这个时候才会去向善。所以，当您刚发现这个社会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有一些可能看起来平时是恶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会发生，甚至发生也觉得可以理解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善的价值，您刚所说的尊严或者是自由的价值，是不是也变得没有那么让人觉得重要？一个社会负向的价值在消解，那正向的价值同样会失去它原有的光辉。所以当林芳今天采用一种模糊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发现讨论价值没有意义。那么在事实上，是不是重复人生换来了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是不是更该可以选择呢？来，既然提到安稳，今天林芳可能误解了我方的意思，不是说探讨精神世界是多么丰富，而是我们说对我们而言这样的安稳生活有多么重要。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是要看它处境决定的。我活在一个资源枯竭的环境中，我每天为了生存所扰，这时候我觉得什么最重要？我觉得生存最重要。所以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中，我觉得自由不怎么缺，但是安稳的生活就是极端匮乏的时候，按照稀有物来排，我们会觉得安稳的生活更为珍贵的。那么这个时候选择安稳的生活，是在林芳看来也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再看，如果林芳觉得在地球上如果是苦苦挣扎就是为了有生存希望的话，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安稳一点的话，那么选择重复人生不是让这样的决定来得更快一点。其实我方今天为什么跟你说在地球上有那样的事情，其实我发现人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人不是活，你的身体和内心都非常脆弱。也许你没有参与，当我在经历过，我没有去逆此而生，我看到这个世界满地都是逆此而生的时候，我的精神世界长这样子。也许在逆境中会变得坚强，就是绝境的。当我看到明天有可能比今天资源更加匮乏的时候，我的心态也是这样，就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不敢想象，当我的朋友住在一个极度绝望的世界，他每天感受到
恐怖的事情在你身边一件又一件的发生，我倒并不希望跟他过一个更安稳的人生，让他更多见识一下比较多的世界。谢谢。感谢场上八位辩手的精彩，六位辩手的精彩表现。本场比赛暂时告一段落，请工作人员收取铜奖，请评委彼此讨论。人类到底是否面临资源枯竭这样一种生存的绝境，但是我们现在哪怕是
个人，就你刚才说的个人面临生存的绝境，就是当下社会普遍还是在存在的。那么当我们当下比如说一个个人面临着生存的绝境，他是不是应该把安逸的生存作为他今后人生的第一要旨呢？这个情境，首先我们是拿一些文学作品来模拟，比如说像《雪狐列车》当中的那个场景，或者跟你说像《美女囚禁之下》那个小镇什么当中的场景。然后在这上面，我们觉得的话，它当场景处在一种资源匮乏的生活当中，因为它是从安稳走过来的，所以它更能够知道原来的安稳对它现在来说有多么好。然后就是也许他会牺牲掉很多精神上的东西，但是像古代的宫女，为了他自己减轻家里负担，也会牺牲自由，去到途中像某种一个比较安稳的程度。那其实我可能没有问清楚，我稍微追问一个小问题。其实我想问的是，我们就是个人的时候，其实个人很多人都会面临那些资源的匮乏，比如说各个方面的。当一个人他是面临一个就是生存绝境的情况下。他可能不会当外星人的宠物，他有没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宠物或者才金钱的宠物？这个时候，他去选择这样一个生活，你觉得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在地图上。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应该以安逸的生活为第一要旨，作为这一个人？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选择安逸的生活而不一定要离开地球是吗？没有，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问清楚。地球上可能也存在这种没有强权需要服从依附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既然情节这样告诉我们，光想要地球上有人造，就真有可能就是你不为他做事，他开始这个，切掉你的胳膊什么，让你无法行走的情况，都可能让别人在外界之间至少保证很健康，还是给你一个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是不会加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郑方，就是您刚问姐你提到说选择外星生活是为了不被生活所迫去突破一些底线嘛，然后反方对你们有个质疑，就是说在从外星人的命令下，人会不会就是外星人会不会让人自己去突破一些底线？反方觉得一直脱衣服有一点稍微和谐了一点。我举一个有那么一点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例子，假使外星人让你和你的母亲进行性行为，这个时候您认为人作为人的底线是否还被保留了？连外星生活吗？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对于宠物的定义，其实双方不太一样啊。按体解来，外星人保障你的食宿，保障你的安全，保障你的健康，保障了你娱乐活动，他没有说然后剩下的要求就让你听命令。我觉得要求应该不违背之前所保障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至少是让你去当宠物，而不是去当奴隶。但是前面那些突破人类的底线，该突破的是命令还是要突破，没有错吧？对，如果存在自然强迫，我们也不允许。那没有问题。下面有请上的请问男士。就是我想问一下海王，就这样子，就是如果我去劝说我的朋友他已经决定要去做那个宠物了，做外星人的宠物。这个时候，像我的朋友是有在大家层面上是有一个道德的挣扎的。那这个时候，我劝说，如果按照刚刚开出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自由，我们要人要有基本的尊严。那这本来就是我朋友他本身的纠结的点，我怎么去把他的纠结的点变成他最后改变他决定的点呢？就是我在我决定的时候，是我站在我朋友的立场来考虑，还是我站在我的道德观点的这个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呢？就如果我站在，可不可以站在我朋友的他自己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这问题其实不是很清晰，因为你想个有趣的事情，你朋友保清嘛，你站在你朋友的视角上，可以做保清啊，所以朋友来问你干啥就行了，你应该会有这样一个困难。然后你说的问题更像是我要站在我朋友的立场上，
把我朋友会面临但他未想到的问题考虑到，就是站在他的视角上，但是拓宽他应有的视野。那我觉得道德本身就是他身为一个人应有的视野，因为自由要是人的自由，就是我们经常在希腊说过的自由自在。我觉得人类这种生物区别于其他生物，可能就还有一点是思想对它的重要。当然这是我房间时的价值，我觉得你说个人层面上我不要做人啊，我们行做自如啊，因为我有这个觉还生不到报啊，其实它也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个性。我今天我帮不倡导这点。好的，有请。我接着我前面这位同学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你为了就是不突破你的道德底线，而说他丑，但是外界要求你突破道德底线怎么办？而我的问题是，在我的理解中，社会或者族群中道德底线的存在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那么，当你为了维护这条道德底线去当别人的宠物，当你从那个原来的社会中被剥离出来的时候，你的那条道德底线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就问了句，就举个例子，当你从狼群中驯服了一条狼当你的宠物，那么这条狼，我问这个，就当你从狼群中驯服了一条狼，那么这条狼它原本所固有的在狼群中所适用的道德底线对它还有什么？当你面对像这样子狼狈，或者说我所面临的恶劣的时候，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想问一下反方的辩手，就是现在假设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是一只大熊猫，然后我有一群大熊猫的朋友。最开始呢我们是吃肉的，然后后来呢发现就是啊吃不到肉了，那我们就决定去吃素了，最后呢就发现素也没得吃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出来了一群人，他就说我来养你们吧。请问这种情况下，就是跟这个辩题结合起来，你觉得就是有没有考虑过对现实的这种问题的这种映射？因为就是双方在讨论都是层面很高的，把价值拔得很高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就想到这个大熊猫的例子，然后就想请问一下反方的辩手。其实问题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们保护了大熊猫就挺好的，有的人会可悲一件事情叫做没有野生大熊猫嘛，所以我们说不仅是大熊猫，很多动物都在不断的进行野化的训练，这其实两种不同的人类社会的两种视角的理解。第一种是唯物的，就是一定是物质的客观规律导致了你有这个价值。还有一种是可能我们常说的天赋人权，我们认为有些概念是鲜艳的，你不能问这些概念为什么，你不能问人是怎么来或者怎么样，但这个概念比较难接受，但是它是对世界另外一个视角的角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而大熊猫它有 care 这件事，它就被人养。如果大熊猫有 care 这件事，我要做野生的大熊猫，有什么动物不一样的小伙伴，如果它存在，我觉得它就应该存在。所以我不觉得是不去怕的，其实跟之前有区别是在哪？他在不在乎？我觉得我们当中的一个喜好点啊。Thank you.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朝代叫元朝。元朝的时候呢，他将中所有元朝的居民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蒙古人，第二类是西域，第三类是汉人，也就是原来中原一带，第四类是南人，也就是原来南宋江浙长江以南。假设咱们二反方的二点哈，据我所知，应该是四块人。假设你身在哪个朝代，咱们假设你是最假设你身在哪个朝代，你会劝你的朋友，包括你自己，是选择一个逆历史的洪流去前进，还是去选择去做猿人的、元朝蒙古人的成功人士？谢谢。哎，什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一块块想先谈那个马赛克的几个，就是第一块就是一个公司做的很熟悉了，是外星人的，他语言工作要求，那就是这是一个更多的地方，就是他把你挂语言工作说，你面临到是到底是从你的底层的那个生理中不再一个需要，还是那个需求注定的关门对待的痛苦，这是我们想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因为语言工作这个体验。第二部分是关于如果我是那个元朝的家人，那我的体格的一个在这个历史上，他属于什么怎样，是我们正常的背景。那如果说不是那个之前的朝代，那个宋朝，他们有文化认同，那个地方还有文化认同，有家人、有孝道，都是那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在立场上，或我们属于正常教育团队，那我们做出的价值观就是不要接受大部分的这个毛感啊，就不然我们家族会难受，会难受，或者就是真的吃不过这个感觉，是我们的。好的，由于时间原因，下面观众提问环节到此结束，请各位保持安静。下面有请聂鼎学长为本次比赛进行点评，有请。另外两位评委的委托，对本次比赛做一下数票投评。我是刚开起来，我们在下面坐的时候感觉就没有感觉到有投票的味道。首先要感谢一下我们双方的辩手啊，这么大热天的，我们看到他们都是西装革履的，甚至穿着长袖的这种都，我们坐在下面看你们觉得热对吧？也说明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比赛虽然说对于电风台风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毕竟考虑到杭州最近这样的天气，不要求大家非得西装革履打比赛，只要你们的服装别穿个背心汗衫什么上来就可以了，不要太不正式。OK 啊，那回到我们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我们三位评委态度基本上是高度一致的，应该叫做各打了半场好球。在前半程，应该说是在两次暂停之前，我们三位评委的感觉正方是明显占优的。首先从陈述上讲，他们对于这个辩题的解读是切中了这个辩题我们希望看到大家讨论的，也就是所谓生存和道德尊严，人类所秉持的这种价值观念和生存底线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至少面对我朋友的这种困境，这种具体的场景我应该如何选择，这样一个话题上。而后半程反方是明显开始叫奋起直追，而双方的这种表现差异，我们觉得可能在于赛程，这个赛程这场比赛的程序在这个样，前半程相对来讲比较平缓，对抗性的压迫性的环节还不是那么太明显，虽然也有对对方的质询，但是可能是功力的问题，可能是时间限定的问题，这种质询的压制还没有把正方今天表现的浅层次的一个弱点给它压住，而这个弱点后半程尤其是反方三辩开始比较多发言的时候是压得非常明显。这个弱点在哪儿呢？也是从这场比赛可以
让大家体会一下直中长角的那句话，辩论赛的高档和低档。反正方的这个立场选择，朋友要当快乐宠物，那我应不应该劝阻呢，还是应该劝说呢？其实这个立场是很适合低档的。低档的概念就是，如果我朋友要这样选，我没有理由骂他，我应该理解他，我应该支持他。虽然就像正方自己说的，这个立场只是对我朋友是这样，对全人类，我今天本来就不负责讨论对全人类应该什么立场，那是联合国的事儿。我现在是针对我朋友的，这是一个低档的状态。而高档的意思是什么呢？高档就不是可以理解了，而是应该，是不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但是很有趣的是，类似这样的表达在正方的一辩三辩，好像二辩可能是你的发言环节，我没有听到你有明确的这样的表达，至少我印象里没有乱。一辩三辩都很明确的说出了说我们不应该像正方法官那样选择去劝劝，我们不应该看着朋友继续沦入罪恶，我们应该更应该选择一种更安稳的生活。从这些表达中你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态度姿态是属于高档的。这种高姿态如果反方没有去压制的话，可能给人的反感还不会太明显，但是当反方的压制已经强到了用反方自己的话里头，无论如何人都应该挣扎，我们即使是挣扎，但挣扎不是必死，即使是挣扎我也应该遵循或者说维护人类的这种道德。甚至从一辩，应该说是反高三辩对正方一辩的质询中，潜台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使这样的话我们叫生不如死，我宁可选择死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毕竟就像正方说的，这不是我们这个辩题叫求死还是求生，这不是我们这个辩题选择的立场，也不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所以双方在这个点上并没有后面非常深入的展开下去，这也是可以理解也正常。但是当反方用这种可以叫做道德的高姿态在压正方的时候，如果正方继续用这种高档的姿态去挡，那么反方是压得很舒服。如果反方是用正方是用一种低打的姿态去接，我也知道你说的对，我也知道做人不能没有底线，我也知道做人的价值不应该不遵循，可是我不忍心看到朋友在这样的地狱中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是以这样的姿态去接，正方的强压就变成了一种道德打法，这就是典型的高打和低打的战略姿态选择，具体用词给评委和观众形成的感觉。所以在前半程，当正方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们的论据逻辑的清晰性、表达的流畅性，应该说都是很好的支持了他们的立论。但是因为他们在立论选择了或者说潜意识中间用到了高档的这种用词，造成了在后半程反方开始强压的时候，正方就有点兜不住了，或者说你们的那种兜给我们的感觉，给评委的感觉就带来了一种反感。这是高达本身在这种战术选择下就自然带来的弱点。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我们刚才在评委结束的时候，可能有观众也听到了，选手也听到了，有评委就直接问了我能不能打平票啊。实际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要打分的话很可能双方就是平分，当然这个评分表因为看上去比较简单，所以我一眼能看得出来我其实没有打平分。但是如果是像有人朋友知道我原来设计这种评分表的话，我觉得我很有可能打出来变成双方是平分的感觉，因为双方确实是各有擅长。那么这场比赛从内容上讲，你们基本上都把握住了这个辩题很核心的内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生存和价值底线，至少是我们目前人类文明所认为的价值底线。一旦发生不可调和冲突的时候，一旦发生有人认为甚至是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的问题。反方提到说，虽然地球资源是枯竭的，但我们有智慧，我们完全可以再开发新的资源等等。其实说老实话，如果作为第三方的话，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人类文明早就知道地球有限的化学资源，我们现在人类文明的基石、工业的血液、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迟早是要被开采完的。就算是时间不像罗马俱乐部预测的那么早，但总有那么一天的。我们人类早就想开发可控核聚变，开发了这么多年了，那理论上都还没突破呢，没那么容易的。那么，确确实实，我可以说，就像一个反方讲的，啊，可能没有未来了，但可能和可能不本来就是不存在，所以我可以理解你这种说法。但是，就像正方说的，我认为我已经看不到未来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确实有可能，也确实可能不会这样。那么这种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人是什么样的认知都是可以理解。我的朋友是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认知我们没有理由说他一定是错的。那么我应该怎么选？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认为正方是守住了。这是前半程我们认为正方表现非常好，而后半程我刚才讲了，当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正方天然的弱点就被放大。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几位评委是觉得凭哪一方胜都可以理解，希望失败的那一方不要气馁，你们的表现都是相当棒的。那么希望在以后的比赛中间，能够对这种高打低打的战术选择，能够对辩题如何切入所谓职中讲的切点，这就属于切点。我们应该怎样在新的这种赛制下更快速地导入辩题的核心争议点，并且在这个核心争议点上把对方那套逻辑、那套理由中间不合理的、有弱点的部分尽可能地放大。这可能是我们至少如果以前没有注意的话，经历了这一场比赛以后可能需要更多注意的。毕竟在未来的职场生涯中间，没有人会给我们这样长的时间，以一个问题我听你半个小时来听到你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到底你的强点弱点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个词叫电梯演讲，讲清楚你的观点只是一个坐电梯的时间，连一遍陈词的3分钟都没有。怎么样快速的切入，怎么样更好的寻找到自己应该有的和对方和我们的心理受众上的心理共鸣点，这也是我们辩手需要重点修炼的一项技术。 OK， 非常感谢双方的表现，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在大舞台的观赏。那么接下来有请主持人宣布参赛者。优胜方是正方，祝贺大家。